十年如一。咁大家希望 My Radio 有另外一個十年嘅話咧，咁就真係請你現實啲，貨金啊，交月費支持 My Radio。如果想鬱文繼續好似而家咁樣可以做好多種節目嘅話咧，咁就唔該你支持 My Radio， 繼續有另外一個十年。而家已經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費未呢？未交的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的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對上一次跟黃毓民做節目已經是二十幾年前了，咁等咗咁耐，終於等到啦！心情就非常之緊張，因為唔知道佢一陣間又有啲咩料爆。咁但係因為佢係我哥哥，我相信佢都會錫住我嘅。咁四月一號等睇啦。呢個禮拜六，鬱敏會客室有我翁靜靜。鬱敏會客室逢星期六十點至十一點。研习班主持郑松泰、根文之。好，翻嚟逢星期二晚见过研习班嘅时间啦。今晚有我郑松泰同埋阿根啦、根文之啦。咁啊，当然啦，今晚咧就喺呢一个嘅礼拜日特首选举之后嘅第一跑马仔之后啦。係啦，即係跑馬仔啊！第一，大家知 call and call 特首選舉啦，咁樣啦，即係小圈子選舉之後嘅第一次做節目啦。唔講咧，又真係好似對唔住自己嘅，點都要講少少嘅。但係又講又驚講得太多，雖然件事好似冇乜懸念，但係去到禮拜五黃昏，我哋喺1001離遠望住翻去呢個愛丁堡廣場嗰段，即係嗰度黑壓壓嘅人群，好恐怖啊！哇！嗰日嗱，嗰日嗱，即係講緊阿薯片做世大會啊！咁啊，因為咧嗰日應該差唔多係六點零七點啊，黃昏啦，係啦係啦，我都叫準備走咧。咁跟住之後，後屘喺嗰頭咧，哇！人頭湧湧啦，同埋我驚咧，因為佢係好近嘅啫嘛，同立法會，我驚行過去俾人影到我嘅時候，要我支持薯片啊嘛，咁我就要暈路走啊！我要在呢一個嘅我哋平時咪出入天橋嘅，我連行翻金鐘嗰個花園嗰度都驚啊，都唔敢嗰度行，因為可能因為好多記者都行嚟行去嗰度，同埋的確嘅，的確嘅係有薯粉喺度行嚟行去咁樣嘅，似係 Calife 嚟嘅，唔係 Calife， 直情係等同咩啊？等同誒上次梁友 DQ 嗰單嘢咧，咪有啲街坊咧真係走去啊興高采烈，仲要咧手頭咧係攞住咧阿薯片嗰啲嘅宣傳品嘅喎，嗰個興高采烈嘅程度咧，真係以為香港從此係可以選總統嗰種嘅感覺嗰啲啦咁。咁但係不過即係冇乜懸念啦，加上嘅就係之前有個氣氛咧，即係嗰個幻覺或者嗰個嘅幻象咧，係我諗我哋嘅聽眾啊，我哋嘅支持者就唔會覺得咩事嘅。都有好多跡象㗎啦，即係例如呢個漢江線好似已經即係冇乜力啦。哦，即係你話響城報跟住又話林鄭有個親信係做咗嗰個交接辦嘅召集人啦，係呢個好明顯啊。咁啊，結果你顯得泛民係即係已經去到即係一石亂投狀態，即係例如大紀元嗰啲料都信埋啦，冇成即係成報好似冇乜再出新料之後。唔係，但係我個睇法咧，又唔會係覺得嘅，即係個特首選舉冇懸念咁啊，跟住後屘咁大家方寸大亂啦，諸如此類。因為即係我認為咧，一直以嚟嘅佢哋都係冇咩準備同埋係冇咩，唔係主導嚟就食噶啦，不嬲佢哋，即係我感覺係 OK。咁但係即係咁樣嘅評價又唔啱嘅，因為好老實嘅就係即係我哋就結果而論啦，喺嗰個嘅即係而家現實啊，有幾樣嘢嘅話有啲我唔想講太多啦，因為我而家都費事，因為我哋嘅節目唔係評論政治，即係我哋唔係評論當下政治，唔係評論當下政治啊嘛。咁嗰啲嘅就係亦都冇乜必要話俾大家聽啦。我意思話俾大家聽嘅，即係話俾嗰啲其他啲。即係自己人，大家知咪得咯，係咪先？自己人以外嗰啲嘢就大家食薯片就算數啦咁樣。咁但係有少少都講嘅，即係你話就結果而論嘅話，我又唔會認為嘅就係譬如泛民諗到尾嘅時候弱勢亂投嘅。我事實嘅就係、譬如大黨啦，泛民既有嘅大黨民主黨同埋公民黨咧，喺今次係贏盡嘅，贏突添啊！即係贏突嘅意思係
俾我感覺咧，即係我睇翻，譬如你 Facebook 嗰啲黃絲帶啊，或者嗰啲嘅評價咧，有個感覺好奇怪，好似佢哋係即係呢兩個大黨啊，好耐好耐冇做過一個民主抗爭嘅運動，今次反而係投阿莊爭，投阿薯片。是一個是他們這麼久以來沒有做的民主運動，然後今次是代人民去出聲，代人民發聲的那種感覺，這個是很瘋狂的。我跟你看法有點不同，是吧？你搞清楚到底現在是 the dog wag the tail 還是 the tail wag the dog。 不是，阿近這個就說得深一點，我們一步一步來。即阿近就會認為的就是說，感覺上呢，即好像變成是兩大陣營去對決的局面。你覺得他們大勝是將所有第三勢力都剷除曬啊嘛！你我哋一步一步嚟啦。嗱，呢個係咧，我就首先第一步啊咁睇嘅，就係、是、喺排面咧，公民黨同埋呢一個嘅民主黨咧，即係今次啊，似乎嘅就係贏到啲黃絲帶嘅歡心啦，亦都嘅就係話，準確啲講，即係黎智英啦。係啦係啦，即係贏到蘋果粉嘅果粉嘅歡心啦。OK， 即係唔係嗰個 Apple 嗰啲啊？咁而第三勢力被在今次咧有少少嘅一啲嘅叫做挑戰啦，又或者係即係被傳疑啦，即係所謂嘅新泛民或者自決派咯。唔係講嚟講去都係朱凱廸佢哋幾個啫嘛。咁呢個好現實，佢哋自己都知道嘅。係啦，咁亦都由此嘅就係嗰個嘅印象上，好似嘅就係香港突然間倒退翻十年，就係變成一個喺過去我哋一直長毛未當選之前嗰種。係啦，一個即係超穩定嘅結構，大家建制同埋泛民兩邊對壘嗰種嘅感覺啦，我哋呢啲嘅散兵魚勇就不被放在眼內嗰種啦咁。咁阿近唔同意咧，就係唔同意呢一種咁樣嘅觀念嘅，即係倒退翻十年嗰種嘅，佢覺得係更加之差嘅。係啦，長氣仲要，其實跟住落嚟仲有一樣好耐人尋味嘅東西係可以再即係觀察下去嘅。就係、是、阿薯片會唔會走嚟出去，即係同埋佢個助手一嚟一齊去參加補選咯？佢講咗話佢唔想做葉劉二點零啊嘛，即係講啊咁講。唔願咧分到。因為有個好大嘅好處嘅。點解咧？其實你可以睇喺佢願唔願意做呢個陳太二世，即係佢話葉劉二點零。哦，明你咩意思？佢冇講到陳太二世呢樣嘢咯。但係佢做陳太二世咧，即係佢如果剔翻傳統泛民嗰條拉。忽然間要否定翻八三一，又否定咗廿三條嘅話咧，咁佢係佢自己誠信破產嘅喎。嗱嗰樣嘢嗱，即係我哋好核突嘅喎，即係當然啦。而家你香港從政，你係可以厚住面皮啊，乜都唔理都得㗎。即係總之係有班死硬派 fans， 你話不就得㗎啦。可以係咁樣做，但係佢嘅對家，你成個建制嘅媒體就可以用呢樣嘢嚟入謀殺，大條道理入謀殺你㗎啦，你咁反口覆舌。不過我諗咧，即係嗰個討論可能係要追翻少少，可能追埋即係啱啱立法會選舉嘅，即係譬如你話阿范徐麗泰喺度走出嚟講，就話今次呢一個嘅建制大團結咁樣，咁你唔使好複雜嘅啫，你淨係睇嗰個票數而定啫嘛。喂，上次六八九，今次七七七，重要嘅一樣嘢喎，你當薯片嗰啲，你真係當佢嗰啲係泛民票嘅黐根㗎啦，投薯片嗰啲咪又係建制票。依個又另一個巧妙嘅地方啦，佢可以出嚟選。佢保留翻佢成個特首 campaign 嘅 platform， 係㗎。而佢落到區又係萬人空巷嘅，咁樣呢個就睇泛民點就位啦。唔係會唔會泛民真係轉型做我哋變咗一個叫温和建制派或者叫理性建制派咧？佢咁樣 reinvent 自己，唔係叫進步建制派，即係進步良心建制派。唔係，但係你見到佢哋而家係定位係咁，啲其實已經係好保守㗎啦。即係你唔好話民主黨保守咗好耐㗎啦。係啊係啊。咁擺明居馬咯，係啊！而家連唔係民主黨擺明居馬咗，即係大家冇留意啊。因為你記住，而家成個政治光譜係多咗一班人叫做，其實我哋會形容嗰班叫激進親北京嘅人啦。即係你例如即係預早開定，即係已經 book 定場話足節嗰個香港政研會啦，咁佢派個人出嚟選啫嘛。係係係。之後愛字頭嗰啲就變成咗新嘅激進派嚟噶啦嘛。新嘅激進派。咁泛民會變咩？或者我哋係理性嘅建制派咯？唔係佢嗰個感覺係咁樣嘅，跟住公民黨都係相對保守啦。尤其是公民黨今次，譬如你見到佢中間之前，話咩又要考慮啊，睇抱腹啊，睇人哋嗰啲民間投票啊，諸如此類啊，諗下胡官邊個成，最尾咪一下壓咗落去呢一個嘅即係薯片度。咁但係頭先阿近嗰樣嘢就係話，喂咁嘅話，咁你係更超穩定嘅先穩定。係啊，即係如果你話更 worse 嘅情況係講緊。本來我哋以為翻去十年之前嗰個超穩定結構，就係一啲第三勢力嘅話，嗰啲剩餘嘅一啲光環，俾佢今次一下係掃冧咗，即係嗰啲嘅支持者啫，黃絲帶啊。
咁羅斯達其實有冇戰鬥力嘅話，就即係選舉上有戰鬥力嘅啫。咁但係選舉嘅話，咁而家就俾佢一嘢掃冧咗啦。咁咁但係公民黨同埋民主黨表面上係好似食咗啲一陣嘅支持者啦，但係實際上啊，阿近頭先個講法就係、是、喂，如果佢即係再絕啲玩埋一樣嘢，譬如如果阿薯片借殼上市，係啊，咁會點咧？繼續佢特首嘅路線，咁佢呢泛民跟唔跟咧？唔通忽然間又跌冷水啊？分分鐘輪到佢哋嗰啲大佬俾啲憤怒嘅支持者喺度咁樣夾㗎啦，到即係朱凱廸佢遭遇嘅嘢就輪到佢哋受。加佢有飯盒杯嘅，唔係喎，我相信佢哋會覺得嘅就係即係唔係喎，可能你真係去到一個癲嘅地步。唔係借，可能就借薯片轉型咧。即係隨便轉型咯，咪即係隨便轉型，喂，即係可以變成咗一個有票數基礎嘅民主黨派咁。同埋加上一樣嘢，大家係忽略咗嘅，因為咧，即係你見到今次嗰個嘅投票啦，咁你有啲嘅邊皮嗰啲建制派咧，即係自由黨啊嗰啲咧，同埋新民黨都有少少。新民黨佢係見到個時勢嘅，就係冇個後生嗰批會覺得同翻或中聯辦玩好過你出嚟。好似阿大天照嗰啲冇啲咁嘅風險啊，啱唔啱先？即係有啲係啱啱新進啫嘛，即係又或者本來嘅就係喺裡面有即係一啲唔同聲音啦。咁啊，寧願嘅就係繼續連葉劉咁樣衰都要俾阿林鄭嗰個票。喂，你諗下葉劉係好樣衰嘅喎，兩個即係前 A.O. 跟住然後後屘佢而家入唔到閘，仲要諗到咩要支持你喎、endorse 埋你喎，嗰件事係好樣衰嘛，但係都照做啦咁。咁換言之嘅就係、是、喂，剩翻嘅真係阿自由黨嗰班人啫嘛。咁自由黨嘅話，咁你今次嘅其實講嚟講去都剩翻阿田北辰啊嘛，唔係田北俊啫嘛，田北俊啫嘛。喂，我如果係民主黨或者阿公民黨，我係民主黨，我考慮嘅，我可能諗一樣嘢，其實自由黨嗰啲票可能分分鐘我值得到喎，即係咁講喎。嗰啲係淺藍啊嘛，即係俾人哋話係淺藍絲嚟噶嘛，嗰啲係可能會轉咗去支持阿薯片嘅嘛，嗰陣人。咁所以你話近你話喂，當中會唔會借殼上市，又或者係民主黨佢哋借呢個時勢去再走向建制嘅話，咁唔敢包啦。咁但係點講都好啦，點講都好啦，嗰、那個局咧就係、是真係係即係認真去睇，就唔係話啊網上面大家抽水笑。有啲好多嘢睇唔清嘅，即係例如下個月初你習近平去 Florida 見阿 Donald Trump， 到底佢傾講數會唔會涉及埋香港咧？特別整個咁嘅 result 出嚟都算係一種，即係我即係其實應該係默許咗中聯辦喺香港話，即係香港大話事人咯。我就即係嗰個有冇仲有冇呢個江派集派一樣嘢，我就用咗做個，我用另一種語言嚟到詮釋嘅。唔係嗰個唔係，嗰個已經唔係所謂共產黨嘅派系啦。你話係唔係而家習近平可以一統天下咧？其實就唔係，即係呢世香港唔係嘅。簡直其實你用翻例如，例如你睇翻鬱敏節目，佢成日都會講。鄧小平之後其實係變咗即係呢個江同埋呢個胡錦濤嘅時代係一個寡頭政治嘅年代，嗰、個係一個寡的。咁呢啲寡頭集團係到而家都存有部分都仲存在緊，因為嗰啲唔係話全部掃走曬噶嘛，仲有啲舊寡頭存在。但係習近平一直想係想由寡頭翻去個人獨裁嘅時代，咁你咁一定係會有利益衝突嘅。而香港係一個江澤民時代開始已經即係其實係。都是江澤民嗰扎親信去在香港經營啲統戰工作，其實係根深蒂固逢根作挫折嘅。有可能係出現一樣嘢，就係呢個舊呢一班舊寡頭，其實習近平係可能係想直接即係用佢插曬佢嘅人嚟到控制香港，但係發覺佢其實係不切實際咯。個工程太大，同埋可能。會真係會俾一啲佢眼中一啲海外嘅反對勢力嚟到混水摸魚。如果咁講嘅話，攞一個好武斷嘅講法，唯有你而家出現呢個結果，就係一個 compromise 咯。即係我相信而家呢一個即係西環同埋原有江澤民舊嘅一啲親信，佢喺香港直落呢啲地方勢力咧，佢會同個習近平講：你落 order， 如果香港做啲乜，我哋會幫你做嘅。但係就唔好清走我哋咯。唔係嗰樣嘢，咪係香港真係一個特別行政區咯，亦都有機會係意思啊嘛。國內佢哋都唔會再拖習近平嗰啲後腿，真係會效忠你。但係你留翻一個地頭俾我哋咯。所以嗰個所謂嘅獨立
即所以我會成日戲稱根本上呢個禮拜入咗場，即係呢個禮拜入咗結咗係一個香港獨立戰爭嚟嘅啫。香港獨立戰爭，但係建制派嘅獨立戰爭。即係一個土共同舊寡頭集團喺香港即係變即係正式。唔係，所以我唔係話好武斷嘅講法嘅係。即係咁講喎，你話去幻想，如果梁振英唔會俾人整死咧，佢下屆就翻出嚟選，要你出去仗。係噶，即係可能係普京回德韋傑夫保釋嚟噶。唔係唔係，你覺得唔出奇嚇？你冇見過咩？你睇下啊，俄羅斯咪就係咁啫嘛。即係嗰樣嘢係歷史發生過噶嘛。咁但係當然啦，你話講到啲就係可能係一個憑空嘅猜測或者想像啦。咁但係但係好肯定嘅，即係你話依家嗰個。議會咧係點講啊？唯一僅餘一個嘅用處就係多少少去嗰啲咩港珠澳大橋可以參觀啊，人哋去唔到嘅地方可以去睇一睇影幅相啊，即係去到咁嘅地步咯。咁但係又唔代表係冇嘢做到。你會唔會真係會見證嗰個人工島綠沉咧？我今天去啊！我有去咗個人工島啊！我去咗都唔知道。危險喎、啊，真係。去咗唔係啊！去咗個人工島都唔覺得佢係人工島，因為其實成個東涌對我嚟講都係幾人工喎。唔係，但係特首選舉，我想補充一樣嘢嘅。因為喺嗰個選舉期間啊，咁的確嘅，即係我係見到佢哋嗰啲即係大家嘅互動啊，泛民裡面嗰啲嘅即係叫做。即係千絲萬縷嘅關係，尤其即係譬如有一樣嘢，我哋係好少去講嘅。譬如你話中英之間喺呢一次嗰、即係中美之間嘅角力咧，中美嘅角力嘅話，因為你好多啲都係大家即係陰謀或者係即係憑空去猜測嘅啫。咁但係有一樣嘢，即係我喺議會八啊聽下翻嚟啦。薯片去臨到最尾去做一個咁樣嘅 show 啦，一個民意 show 咧。不是大家單純去想個選舉結果，佢輸了就完咯。這個民意 show 嘅話，就是高票落選嗰個嘅政治意味是什麼意味？即係有一樣嘢補充嘅就是我覺得咧，即感覺上咧，連續兩次嘅選舉啦，上次立法選舉啦，啱啱呢一次嘅特首選舉啦，我唔知點解我感覺就係好似係有少少係試緊嘢咁樣，即係試一樣嘢，即係你話啊。薯片走出嚟喺度玩嗰個嘅民意 show， 嗰、那個你喂，你見佢個班底，你見佢個手腕，唔係香港人可以做到嗰啲嘅 PR 嚟。咁最恐怖咧，我見到我正見證，因為你諗下立法會日日都好啲記者咧喺度 involve 喺個立法會裡面噶嘛，即係長年踎喺度啊嘛。哇！我未見過啲記者啊，甚至譬如立法會嗰啲內事啊，呢啲即係秘書處嗰啲咧，佢哋係覺得咧投入到咧自己係真係參與其中選緊，連記者都係咁樣。那個感覺是去到這樣的即是置身其中的香港人真的少年了太年輕了不是所以你是不是聞到就他的 PR 是有一股美國味呢有 OK 有而且這個都是一個耐人尋味地方到底美國以後會怎樣操作即 會不會試圖操作薯片這個人或者已經操作了不是 你留意我不知道啦即啦有些東西我覺得是他應該是有演排，即係有演排。你哋或者留意細節咧，佢我諗大家冇點睇，佢周圍落區噶嘛，去到咧即係政府總部嗰度咧影巴士啦，有好幾張相咧喺後面影落去，然之後有好多人群係點電話嘅。我唔知阿薯片以往係一個咩嘅人啦，但係以往喺嗰個嘅，我不嬲都係 nice 噶，唔係我即係早期有一次我聽東宮西即係去Accenture 睇東宮西宮佢完咗之後係會有啲討論環節嘅，係佢係認咗頭我都有嚟睇咁跟住大家鼓掌咁。唔係佢平時係好親和力係唔係係 gentleman 啦 ，OK gentleman 啦 ，bad gentleman 啦。但係我有一樣嘢，我唔知阿健有冇見到張，有張相咧係咧薯片咧舉高雙手，好似奧巴馬佢哋當選星星嘅姿勢嗰啲啊。即係舉高雙手向群眾歡呼喺度揮手嗰啲咧，喂嗰啲咧，譬如去到我哋呢啲人咧，我都唔夠膽做嘅。喂，因為你對住群眾，好坦白講，對住下面一排人嘅鏡頭，然之後咁樣加拳頭咧，好似一隻即係紅猩猩去，因為呢個腎上腺素上升啊嘛。聽講話你自己舉高雙手，然之後後屘你喺度咁樣擺個姿態出嚟。阿發咩嘅？係啊係啊係啊係嗰種嘅討論咧。喂，以往我認識嘅阿薯片，佢唔係啲咁嘅人嚟嘅喎，佢係啲好。相對嚟講，好內斂啊，好英式嘅人嚟噶嘛，
係先？但係嗰個 performance 係好美式嘅，大佬，即係奧巴馬嘅人先會係喺度做呢啲咁嘅，係啊係啊，好鬼似。咁喂，嗰個美國味好重啊。咁所以喂，你話嗰樣嘢，佢滲過鼻鼾水嘅。啊，係當然啦，當然啦，咁佢係名牌。食慣呢啲嘢唔奇嘅。唔係，咁佢係嗰代嘅精英嚟㗎嘛。咁唔係，我意思就係話，如果你用個角度，嗰個選舉並唔係要佢贏。嗰個選舉只係嘅就係佢一個高民望落選。咁你試緊啲咩咧？嗱，其他嗰啲嘅即係陰謀猜測唔講啊，我淨係睇一啲我哋而家有嘅 facts 啊。第一樣嘢試緊嘅就係香港嘅即係黃絲帶嘅文字或者民情如何係被塑造啦。所以係北京想試，但係其實美國可能都想試得嚟。喂，你喂你嗱，你唔好講立法會選舉，今次薯片嘅佢真係要去邊就去邊嘅喎。係啊，喂，你可以《蘋果日報》去本事到，即係唔係淨係蘋果啦？佢可以本事到一個地步嘅就係、是、我同你講咯，我喺議會，我去五樓有個議員嘅 cafe 噶嘛，食完嘢之後，後屘有個同事話：，喂，嚟緊禮拜日投票喎，幾多去投票？我嚇、啊，我唔去喎，我啲徹底杯葛小圈子選舉嘅喎，唔係可能爭你一票又贏嘅咯喎，咁我哋黐線嘅，跟住我走咗去啦，我要牛腩麵啊，走咗去啦。咁但係你諗下嗰個係。在立法會裏面已經做緊嘢嘅人啊嘛，咁佢、啊、我認為嘅都係叫政治比較涉得多噶啦、啊，都有嗰種嘅嗰啲嘅投入咧、啊。喂，即係意思嘅就係去到佢操弄民意到一個地步，係可以要你啲香港人你中意邊個中意邊個。薯片嘅就係、是、喂嗰個裏面嘅係佢講緊咩23條啊、831啊諸如此類啊，你都可以係去到一個咁瘋狂嘅地步。呢、這個第一。第二樣嘢，我覺得佢試咩呢因為過去呢幾年，我哋以為真係有個本土民權意識噶嘛，我哋以為點解香港人真係被覺醒啊、啟蒙咗啊，經過咗呢一個佔領之後，然之後年初二啊，咁大家就會意識到嘅係有一個點講？我哋而家可以發覺嘅根本上好似個夢中夢咁嘅啫，即係好似 inception 咁啦。唔係我哋個香港嘅根係我哋以為係咁噶嘛，我哋以為有噶嘛。咁但係你諗下立法會選舉，哇！立法會選舉真係～葉普成真係輸到，但係大家即係剩翻我一個咁悲涼啦，係咪先？即係絕點講話咧？又唔係孤兒啊！我哋好似中世紀入邊嘅哥白尼咁咯，係哥白尼咁樣啦，仲爭未俾人燒死。跟住然之後後屘完咗啦，咁你見到佢中意捧邊個邊個啦？個輿論上係咪？跟住嗰班嘅眾志啊，譬如阿朱凱迪啊、票王啊咁啦。跟住然後去到一下，跟住薯片，我要捧薯片嘅話，喂呢、這個第三勢力一下俾人掃蕩掃死咗喎、即係當中嗰個輿論戰，你唔知道邊度打邊度，但你肯定嘅就係、是、喂，某程度上都有啲操盤啦，感覺上，譬如舉例啦，朱凱迪啊，或者成個關於土地啊等等嗰啲議題嘅，大家當時都會覺得嘅就係、是，喂嗰度會唔會係即係689連任嘅一啲 agenda 都係同佢有關咧？嗱，即係我唔係講緊朱凱迪一定係同佢有關啊，我意思嘅就係話689都可能會借住呢一陣嘅民意或者呢個民水去推緊嗱，土地不足，我哋要起樓，我想起噶，因為呢啲人原居民某啲原居民阻住唔俾我起，跟住就借呢一個嘅所謂橫州就推緊呢一個 agenda 啦。咁但係你冇諗過就係去到實體選舉嘅時候，哇！一下俾薯片掃翻轉頭喎。係啊。咁冇啊！你話連續兩個選舉加埋咁試咩？試一樣嘢，試緊原來香港人可以豬到咩嘅地步啊嘛。係啊。咁咪俾佢試到。咁呢個先係更重要啊嘛。咁所以你問我哋，喂，我哋做嗰個咩？所以隱約我覺得薯片係會有後著嘅，即係佢可能變成咗一個即係引領呢個泛民轉身嘅電套咯。電套。係啊。即係哇！成粒薯仔走嚟走去。追啲泛民追住啲薯仔行啊嘛，即係嗰個咧我唔知啦，但係我覺得你話即係要講到話薯片會走出嚟選啊成嘅咁都係即係可能遠咗少少嘅，咁但係咧，你唔好話佢走出嚟選啦，譬如舉例啦，過往民主黨或者公民黨所謂嘅政治明星係剩翻譬如 AY 啫嘛，即係大眾眼中啱啱先。咁你而家薯片走出嚟 endorse 某一人嘅話，可能其實嗰人都係受到祝福嘅喎，方振中係咁嘅地步喎。因為你大家明白喎，即係我哋第一節就淨係講特首選舉，係咯，不幸嘅，係好不幸，犯規嘅，犯規，冇辦法，冇辦法，喂，咁呢個大事嚟噶嘛，係咪先？即係雖然仲要我有票，我唔係投嘅，我嗰日喺屋企啦，跟住之後煮咗三餐俾老婆食。因為嗰樣嘢，你大家諗翻諗長翻少少啊，諗翻遠少少啦。我哋由2008年，譬如社民連啊嗰陣嗰時興起，而
然之後後屘2010年、2011年，跟住對於民主黨我係唔信任。2011年就係香港嘅政黨政治第一次係選人，係第一次係選民去逆權，即係挑戰翻嗰個嘅政黨嘛，係咪先？第一次。第一次是挑戰呢個政黨的 credibility 啊，佢成個信譽啊，佢成個嗰個嘅即係譬如政綱，佢係咪一致啊？諸如此類嗰一陣嘢係第一次挑戰啦。由2011年開始就是因為呢一樣嘢，然後對於既有嗰個嘅即係傳統泛民嘅不信任，先開展咗後來無論左交又好或者本土又好，越嚟越多元化嗰啲嘅光譜啊嘛。咁但係與之同時嘅就係即係此消彼長嘅。一邊政黨政治就係因為對於政黨嘅唔信任，就慢慢走下坡啦。另一邊嘅就係咪對於譬如嘅就係一啲所謂嘅 trustees 咯，即係嗰啲嘅信託人啦，即係我哋呢啲啊。係啊，我哋呢啲嘅就係咪獨立嘅？其實朱凱廸嗰條片簡直係鬱憤一篇舊文章，佢講呢個代議民主入邊嗰個信託説同埋委託説嘅一個完美教範嚟。係啊，唔係嗰個完美教範嚟嘅，就係因為喂政黨政治，大家對於呢個政黨唔可信嘛，亦都覺得嘅就係政黨慢慢開始唔堅持呢啲嘅政治信念啊、政治理念啦，唔推崇呢啲嘢啦。OK， 咁點啊？咁咪淨係揾明星咯，咪就係托付俾嗰個人咯。民意要你投白票，你又投白票；民意要你投呢個薯片，你又投薯片。咁呢個係咩？呢個咪擺明係 trustees 嗰個講法嚟㗎啦，啱唔啱先？跟住然之後，喂，大家對於嗰啲嘅新明星，希望有啲嘅寄望，就係2016年嘅立法會選舉。咁唔係點樣理嗰啲舊友政黨咯？於是咪選啲單頭嘅人出嚟咯？譬如阿朱凱廸啊、羅冠聰都係因為咁樣嘛，我覺得。羅冠聰某程度上其實唔係香港眾志啊，或者唔係黃之鋒啊，純粹嘅係人物咯。純粹的人物咯，個感覺上是咁啊嘛。咁此次比獎嘅就係我哋以為有一啲嘅 trustees 啊，即係譬如多咗朱凱廸啊，多咗啊羅冠聰啊，多咗啲新人啊咁樣走上去啦咁。咁但係一下俾薯片，呢下一下掃翻翻轉頭喎，嗰個即係叫做嗰個 propaganda， 就係由嗰個嘅信託呢一班第三勢力某一啲譬如百萬票嘅朱凱廸，喺今次喂今次好現實嘅喎。而家朱凱廸落區咧，即係我聽翻嚟啊。譬如舉例啦，以往50個人、幾十個人經過啦，其實冇乜人 show， 或者即係當然有人嚟啊，支持者圍觀啦。哇！佢喺呢段時間裡面，其實佢有1/5嘅人喺度走埋去叫佢投薯片嘅。咁已經好誇張嘅情況，你諗下80,000票有1/5嘅人係咁諗喎，如果係咁樣嘅 proportion 去諗。去到咁嘅地步喎，一掃掃咗成個 trustees， 然之後大家彈翻轉頭係支持咩？就咪支持翻嗰啲 parties。所以冇嘅，我覺得短期啦 ，OK， 阿近唔同意嘅。短期我認為嘅就係點解話翻個結論，林鄭係唔需要做一啲好激進或者係即係好動盪嘢去刺激你。冇㗎，一個政府管治最合理嘅唔係直極權或者專制，因為專制成本好高㗎嘛，咪一齊 suffer 㗎嘛，呢幾年咪就係咯。咁對佢嚟講，我就係佢。喂，管治伎倆係最好咪就係扮有兩個地，扮有兩個對立，扮撕裂嘅一個嘅狀況喺度啦。Call and call 啊，撕裂啦，扮撕裂嘅狀況。咁然之後後屘嘅就係好似用緊一班橡皮圖章或者一班嘅花樽，然之後管理緊呢個地方。咁佢梗係冇必要做一啲好激烈嘅舉動啦，因為呢班人而家其實內部已經係有一個佢哋眼中即係共產黨對於制度上嘅 check and balance。即係呢個 check and balance 唔係我哋理解 check and balance 嘛，呢個係佢哋嗰個 check and balance 嘛。咁呢個嘅存在就係我認為短期係會咁嘅，但係阿近就話啊唔係嘅，長期嘅就係咁，因為泛民嗰邊都係虛噶嘛，即係而家純粹嘅就係話，正如頭先所講，冇咗政黨嗰個嘅credibility 啦，嚟緊嘅就係你要捧明星啦，咁佢點做啊？咪係咁谷 AY 咯，嚇，係咁谷 AY 咯，咁。咪10多年前香港娛樂圈嗰種狀況，係啊，不斷造星咯，不斷造星咯，咪不斷吹谷嗰啲星出嚟咯，咪嚟緊啊搞啲 twins 或者孖生嘅入去選啊，兩個男人孖生嘅兩個女孖生嗰啲去選咯，然之後後屘用呢啲咁嘅 gimmick 去做呢啲古靈精怪嘢咯，而家有呢啲咁嘅傾向噶啦，我想講，即係泛民有呢啲咁嘅傾向啦，即係走向娛樂化，然之後後屘就搞一啲新嘢氹下啲後生仔啊，氹下啲。嗰啲婦孺啊、年少無知嗰啲少女咁樣，嗰啲咯，係咯，咁啊，但係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嘅就我哋有我哋嘅做法啦，我哋有我哋嘅。我哋嘅處境其實最危險，係咩？
我相信習總他是想絕對控制香港，而是這一類的即是想 有獨立傾向的東西都是不要難生存到下去。對於我來說呢，危險呢就是9月4日之後就一直危險，因為 我是不斷遊走在不同的刀鋒之上的，所以大家感覺上好像我以為是即是、都叫做游刃有餘，實際上不是大鑊的。有些其實沒什麼怎樣說的，因為始終就是都說、這個節目不是說什麼時事節目啦，是但是、其實我都想給大家知道的，關於那些上訴不是關於 DQ 的，你其實近不知道我都沒有跟你說過現在 DQ 我有多麼嚴峻，傳訊狀那些你是不是沒有跟你說過？沒什麼怎麼詳細是嗎？我下午沒有說過，大家都不知道的情況、喂，那先休息一會兒吧，不如接下來講一講講回美國先講回美國先